做了20年的葱姜炒蟹，已经藏不住了。今天必须教你在家简单操作。螃蟹不能吃的地方有前嘴、后盖、左右两边腮，还有壳子上面的沙袋。你要是每天不知道吃什么菜，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，更新了800多道菜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想把菜做好，首先初加工你得懂得处理，在表面沾上淀粉，煎的时候肉质紧密，不容易散开。有人调侃说你粉丝多，红心少。我想说，点是情分，不点是本分。我只要认真出好段子，自然就有人支持啦。螃蟹煎红之后，下葱姜，加半碗的清水，来点料酒，少许盐，扣盖烧5分钟，出锅红椒点缀，收干汤汁就 OK 啦。海鲜要趁热吃才够美味，我的美食就是活菜谱，别错过哦。